曾经也很多会有很多案例发生，就是，有些新道亲他来了，然后看到佛坛办完道之后，然后看到坛主他跟他老婆争执说，哎，你佛堂敢有看无？无啊，无看啊，啊，你有啥不爱看？然后会吵架，会林林总总的。那吵完架之后，那个新道亲说，奇怪，你去修行啦嘛？啊，修行啦，这小破代志啊，你不看无看，你不要看哦。那他就会，他内心就会，可能这个新道亲他就会觉得，哦，这个道不好。这个人，他们，因为他们刚来，所以他们都会认为以这个人来当做他修行的楷模对象。可是当这个楷模对象他发生了一些缺，他显现出了缺点的时候，那我们跟着人修行的这个念头，就可能会产生的偏差。那后雪这边要分享的其的。